나는 나무 Hello.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脱口而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，我俩就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 get 到这个点了。我操，我说叫不如叫共和国吧，我说异口同声，不如叫共和国吧，太牛逼了，共和国，共和国太顶了，就叫共和国，大家在这儿就是一个特别 peace 嘛，对吧，爱与光明嘛，和平必胜，对吧，人民必胜，上帝必胜，是不是就这个道理。然后就感觉因为名字真的很重要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这种能量都很和谐，嗯，真的是 hippy， 光明与和平。你看现在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好？就是说它是交换，我就想分享，我就想说只给好东西，大家都能得到，而且一点不会减少，而且快乐都会升级，对吧？需要物与物交换。对对，因为就是这样，多幸福啊！而且交换不了。